第一个哈，我们的这个画面应该没有问题了哈。这个 phone 的部分哈，对应到的其实就是一个 phone action， 然后 view 嘛哈，一个 manager 的 pose， 哦，这个跟前面一样哈。然后名称嘛哈 ，input type 这是 test， 密码的话是 password， 然后 name 的部分就是最重要的，将来要接收到的，一个叫 user name， 一个叫 password， 哦，啊，这个名称的话，我想你要特别注意。然后呢，再一个什么一个按钮 submit， 哦，那刚刚我同学讲说 submit 上面如果没有后面没有 value 的话，它预设的就 submit query 的样子，有没有？这边秀出来，如果上面没有名称。就是上面可以预设的那个按钮。我说我是提交，你可以递改，那应该是版本的关系啦，有时候在我们那个繁体中文环境下，它可能就是提交。那我这是英文版的 ，OK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呢是前端的画面啊，大概。那第二个是说我要判断，这个是错误啊。这个，我要判断说到底是不是正确，因为我刚刚 view 改过，我要把它重跑一次。那里面的话呢，哈，程式部分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哦。第一个的话就是说呢，哈，我们这个 login 的 servlet 哈，这个 servlet 还是 extend 什么，一样是 extend HTTP servlet，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。再来的话，哈，我在这边定义几个，就是说。有几个字串我先定义好，比如说第一个header 就是我的什么呢，我的 HTML 的头，还有一个什么呢 footer 就是我的这个什么呢，我的 HTML 的尾，我先把它定义好，到时候把它拼在一起就好，会比较简单一点。所以头的部分的话有哪一些呢，头的部分有这一些啊，比如说包含就什么它的这个 content， 然后它的这个 char set， 我们是 UTF8 哦，然后我们一个 title 啊，然后一个 head 就是一个结束，然后 body 就是上面的部分，我就给它一个是 header 的一个字串，再一个 footer 哈，是底下的部分，因为结束 body 跟斜线的结束 body， 那这边一样我要 do post， 这应该没问题啊哈，这个方法到时候打勾它自动产生，所以程式的话呢，基本上这里面去开始撰写，那撰写的部分的话哈，第一个我先做在 response 里面呢。做什么呢，做 set content type， 那因为这个地方前面一样嘛，我们在第一个 hello 那个 servlet 里面呢也会有这个开头，然后要写出去的话，所以我们要取得一个物件就是 out， 这个 out 的话也是从 response.getWriter 的这个方法去取得，要输出到 client 端的这个物件，那顶多这边 try catch， 我想 try catch 包覆啊，这个部分没有包没关系啦，只是避免有一些 error 的 exception 啊，那我要怎么取得 client 端的这个部分？我们可以用取得 user name 的部分，这个跟前面一样嘛，对吧？用什么物件呢？用 request， 其实从这个 request 参数传递过来就可以有两个参数，那这两个参数对应到的实际上就是 phone 的上面的 name，phone 这边有一个 name， 有没有？这边的 user name 跟 password， 实际上对应到的是什么？对应到这个名称，所以会有个 user name 跟 password。那我从 client 端啊丢过来什么呢？丢过来一个 user name， 就存在哪里呢？存在一个字串， password 也是存在一个什么一个字串里面，分别是 user name password 一样哈、这个名称跟我们的那个 phone 上面那个名称一样的，那就会把这两个从 client 端丢上来的这两个变数先存起来之后的话呢，那我们一样就是把它什么 print line 出去，把它输出去。那输出去的话呢，当然第一个我们可以用 out 这个物件，里面有个 print line， 把它呢 header 指的什么，就这一串嘛，把这一串把它 print 出去。那再来的话呢，我们里面要显示什么，登录成功或者登录失败，所以要怎么判断？这边用什么一个 if 对不对？然后条件的话在这里，条件在这里，我是从这边条件从这边到这边。也就是说呢，要两个条件都成立，第一个条件账号要一样，账号是什么账号我这边预设是 Terry， 所以呢我可以在这边加一个 Terry 点 equals， 好，后面的话呢就是加一个 username， 就是跟 username 比对到底一不一样，那名称账号名称的话就是 Terry， 这个字串。第二个的话呢，第二个条件是1234，
点 equals 是不是跟他说的一模一样？如果一样的话呢，那就输出什么？输出一个这个 out 点 free line 啊，然后呢，这边用什么 h1 的字型，就是标这个标题一，然后呢输出登录成功。那反之的话怎么样呢？就是登录失败，而且是最后还要再多一个什么返还到什么凤万，所以这里的话呢就多一个什么，多一个超连接，这个标签我想应该都看过吧 ，HTML 里面做超连接的，好、哦，然后呢等于什么？等于凤万凤点 HTML， 那特别注意哈、哦，这里的话前后请你加单引号哦，千万不要用双引号，因为呢双引号哈、哦、在 Java 里面呢哈、哦、是字串，那原来应该是双引号，可是因为双引号被用掉了。所以呢在 HTML 的规则里面你可以用单引号代替是不会有问题的，所以这里特别注意用单引号、哦、你可以把它连接回到登录画面，那最后结束这个超连接、哦、那这个地方是一个超连接，然后最后再加一个 footer 把这个地方接在后面、哦、然后就完成了、哦、就完成这部分，所以看到的结果、哦、就会是刚刚我们看到的，那把这地方再把它、重新再全部 save 一下。OK， 那我想这地方的话，在这边那个，那最后这个地方就是这样哦，登录 OK 哈、哦，失败的话再可以回到哦，然后再重新再 key 一次，然后最后就1、2、3、4、6哦，按3秒登录成功哦，类似像这样。